咁大家好，我系林哲源啦。咁我好高兴啦，今日终于系的起心肝，就宣布会参选2020年立法会功能界别医学界嘅选举。咁我出嚟参选嘅目标咧，就系做实事。咁第一样就系而家香港嘅疫情都十分之严峻，咁请大家都保重身体。香港的医疗体系可以说是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十分感谢过去半年有多香港不论是公营或者私营的医护人员都是尽心竭力紧守岗位，我是对他们十分尊重和感谢和尊敬的。新冠病毒才是我们最大最大和共同的敌人。香港呢，我哋除咗有好好嘅醫護團隊之外，亦都係有世界頂級嘅醫學專家。咁喺香港嘅醫療體系仍然能夠撐得住嘅時候呢，管控控制香港疫情呢，一定係我哋香港嘅事情。但我哋都要喺呢個咁嘅階段呢，放低曬所有嘅歧見偏見，攜手合作呢，香港先至能夠渡過呢個難關。咁喺呢個時候，任何地方可以俾到我哋嘅幫助，到我哋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考慮。所謂居安思危，即使今日我哋仲撐得住咧，我哋都要為疫情有機會再惡化咧，係作出打算嘅。咁任何地方如果可以俾到我哋有用嘅、有幫助、實質嘅支援嘅時候咧，我相信到時候香港都係需要考慮嘅。更何況係有充分抗疫經驗的我們自己國家呢。